哦，你过生日的时候，妈妈不能够来陪在你的身边。可是君主这边很忙，他们又不知道我的生日。啊，那你就到时候拍完以后回来以后，我们给你们办生日好不好？那我不跟你说了，你去忙吧。好的好的，你一定要坚强。嗯。三个人就是突然一开灯，然后就走进去，然后砰的一声，然后就有礼花呀什么什么，啊、真的太惊喜哦！只是有惊喜，没有没有喜悦。什么？这是一个秘密，不能说的。对，不能说，走开，不能说，等等。感谢宁波启新高尔夫俱乐部的大力支持。让我们在这忙碌的拍摄之余，还能住在这山清水秀的地方，欣赏如此美景，放松心情。When I hear the birds start singing, I wanna see you. Ooh, ooh. 你在干嘛？没什么。问他们有什么好吃的。小青准备了这么多东西，这都是我们一大清早过来准备的。他肯定不知道我们有一个这么巨大的惊喜在等着他，他肯定会非常的高兴，对，有可能会感动到流泪。